再加场门票依旧秒杀的台语天后江蕙2013镜花水月演唱会18日晚在台北小巨蛋火热展开。此次打破纪录连开10场，江蕙也算活了命去，初一开场便站在10米高的吊台现身，更大胆挑战空中飞人，与特技舞者一同高空荡秋千，看得人心惊胆跳。不仅玩命演出，江蕙还大方撩起薄透红纱裙，色诱歌迷，令全场尖叫不止。玩特技露腿样样来，二姐这回开唱真是没在怕的。